是一只甩竿。Thank you.
好。
在外吧。手竿把它吊起来了，够吧？重的，不送，好玩，送。
所以它鱼在地人不敢吃。很多垃圾捡不完，我来再慢慢捡吧。如果有来电的话，也顺便捡走一些，不然到时候这边被禁掉，就完蛋啦。OK， 那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